鸡鸡。哎、欸，我们钱超过10000哎、欸，靠呀！啊，曹操在听说刘备自以为汉中王后啊，马上派使者拜见吴主存全啊，想与东吴出共同出兵夺取关羽所谓的荆州啊。孙权接受了曹操的建议啊，孙权这个废物啊，不是啊，这就是魏蜀同盟，哎、欸，魏吴同盟说错了。啊，我也没有跟蜀臣那同盟过啊。啊，曹操的动向很快被孔明知道了。啊、根据孔明的策略策划啊，关羽去攻打曹仁把守的樊城。啊，就然而就在关羽即将拿下樊城的时候，东吴的吕蒙和陆逊趁虚占领了荆州和江陵。啊，关羽想夺回江陵，但在遭到吕蒙和曹仁的两面夹击后，连襄阳都被曹仁夺走了。啊，无立身之地的关羽在曹操在襄阳附近的麦城，处于极端危险的境地。叽叽，啊，关羽将军，现在没别的办法，只有撤退回成都以求东山再起，到那时再让他们交还荆州。啊，其实我们都死了，关羽将军也要逃出去，啊，这样能逃到西面的路寨就没事了。啊，曹操军马上就要催来了。父亲，快离开这片树林吧！我一定拼死护卫你。哎，大家都不能死啊，要活着离开这里，不能让我活着逃离树林啊，否则我们斗不了手了。一定要在让他们离开树林之前消灭他们。啊，全灭敌人，哎，歼灭敌人嘞、欸！靠，第一个是歼灭敌人、欸，是大变了，最好是能够歼灭敌人。好，47已经算很强了。反正攻略上面写大概只能练到40级，我已经练到47级了。啊，他们只当炮灰而已、啊。啊不是不是不是，啊还好没事啊，哈歼灭啊都是废物，啊我以为我才是废物，嗯追兵来了，大变了知道怎么歼灭啦，哇啊不把我让功劳抢走了，啊关羽的手机就我们来取吧，啊那不行，关羽的手机要我来取，靠互相援助不行，哦原来如此，啊突破盲点了。啊，还是先躲树林，不行、啊。哎、欸，这样打屁、啊。大元军书，好呀、啊。有办法在这里守着吗？好像没办法，只能且战且逃，是不是？啊，有点不妙啊，这有点不妙啊。啊，变化做先锋。靠呀！哎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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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死啊死啊！叽叽，没办法的。
好，我就当 GG 了。我看有没有办法跟他们退抗了。不行。哎耶！好，我只能且战且逃啊！不太对劲啊！死了死了死了！叽叽啊！怎么回事呢？饶了我吧！没办法，我们可能没办法直接硬打。好，他们三个只能当补给的用，那个原什么？补血用的，啊，就是个补血用的。啊，现在关羽会死掉，不行啊，好就全军撤退。一个办法，就是大家都冲进树林。一只马也是可以砍那么痛。这边来的，哎，这只，到底要不要打？来打一下。会死掉，怕那弓，站位有些办法，真的。都是远部输啊，试试看吧。
会啊。耶，叽叽。哎，太痛了，没办法。哎，这没办法打，只能赶快走。哎，要死要死！哎，完全无法呢。叽叽，好呀，被挡住了。哎，哎，这差一点，靠的。这，哎，是陆逊挡路，叽叽啊！要哪找桃园结义来？我一直跟随着你，可是我今天命将休矣，你替我实现没能完成的梦想啊！兄长，三弟永别了啊！关羽被火抓后斩首，叽叽。好，再重来一次啊！啊，后来曹操生病的消息传来，到时候知道了啊，这也是叶城曹操的官邸。要统一天下谈何容易啊！我拥有如此强大的实力也没有做到，啊、你说怎么不要气馁啊？我、快不行了、啊！我死以后，曹丕继承我的位置，曹丕到这里来，啊是，啊你来继承我的位置。我死后，啊我部署必然发生冲突，啊这是你千万不要轻举妄动。等他们分出胜负后，再慢慢收拾那个胜利的国家。啊你一定要记住，千万不能做错，否则燕灭亡的是我们。记住啊，我一定不辜负父亲厚望啊！如果你做错，我不会放过你啊！我会老从阴曹地府中回来找你啊！是是是啊！哎，那我就放弃了去，各位多保重，主公，叽叽 啊！那我从今天起，国家就我来执掌，你们要像我对我父亲那样向我尽忠啊！是。最后继承父亲曹操之位的曹丕实现了他的篡位野心啊，先帝被废除后流放了啊，汉朝就到此灭亡了啊，从此结束了长达四个世纪的历史。好，我们可能要重打，嗯，啊，因为
关羽情况危急的消息已经传到了蜀的首府成都。啊，由于刘备得到消息，后举棋不定啊，以致造成了关羽败走麦城的恶果。靠，原来是刘备害的。啊，禀报主公，大事不好啊！关羽被吕蒙打败，关将军据说已被害。什么？啊，你这个混蛋，不许胡说！二哥不会死，这可是千真万确的事实。关羽绝对不会死，不可能，不可能！大概你也这么认为吧？点点点。那你就说是我想的吧？东吴狗贼竟然对二哥。张飞，我跟你一样啊，只是现在需要冷静。东吴狗贼，我要你们付出代价。那什么？关羽这不是真的啊？那我先退下去。关羽昨天就这样，就我不是那天起过誓嘛？怎么这么快就去了啊？去了。啊，主公，我刚从许昌回来，有大事禀报。好像发生什么事情，听使者报告嘛。好，现在我们丢失荆州，但先需要冷静啊，不要太激动了。啊，畜生，动物狗贼，孙权混蛋啊！大哥，什么时候出兵伐蜀？我一定要去。啊，他一伐蜀，他就GG了。啊，不要把着急，发生什么事？首先是曹操死了，他长子曹丕继位。啊，什么曹操死了？还有什么事？啊，对啊，要重打啊！曹操继位之后，废掉献帝，自己当上皇帝啊，改国号为魏。啊，什么？那我献帝怎么样了？据说被赶出了许昌，啊，放逐到荒郊啊，寂寞度日。岂有此理啊！岂有此理啊！岂有此理啊！哎，难道我毕生奋斗的目标从政汉室就这样毁于草皮之中吗？啊，只因我力量不够啊！那我退了。哦，还有关羽终身追求从政汉室的理想，难道实现不了了吗？怎么会这样？主公，诸葛瑾来了。啊，谁？好吧，叫他进来。是东吴的使者。偷袭关羽，然后现在还到这里干嘛？大可杀了他吧！啊，不能这样啊！先问他想说些什么，再杀也不迟。妈的，还敢厚着脸皮来啊！诸葛瑾作为吴国特使前来求见啊，这是现在出现的诸葛瑾是诸葛亮的哥哥啊，年纪比诸葛亮大很多啊，在孔明很小的时候就开始为吴国效力啊，孙权非常信任他，啊，这次派他来蜀国就证明了这点。这吴国狗贼，快我们！军师的哥哥来当使者，太卑鄙了，这样我可不好下手啊！啊，先听我哥哥说声什么吧。啊，主公，我很了解你的心情，但请看在我面子上，不要杀了我哥哥。我操！他怎么那么激动啊？岂有此理！为什么要练三次？啊，那周星驰不是有那个周星驰不是有一部片，那个谁啊？那个和哎，他那个搭档啊？但是他叫什么？叫罗什么的？叫罗什么音的？罗家音嘛。那刘备没想迎接献帝。啊，主公，请现在控制情绪，不要有感情用事。主公，你来要有个贵干。啊，曹丕称帝的消息，想必皇叔已经知道了。这次总是我们难以容忍。啊，这次来就是想与魏解除盟约。吴国结盟啊，如果缔结盟约啊，我打算奉还荆州，请能给我们满意的答复。没看过，真的假的？做出决定吗？还没有。我觉得应该与吴结盟啊，法吴是主公的私事啊，不会得到天下的响应。去你的！啊，不要听他胡说啊！二哥如此惨遭杀害，这岂不能忘掉？大哥绝不能同谋。认为不应与吴作战啊！如果我们与吴交战，得利的是魏国啊！先应忘记荆州和关羽与吴结盟。去你的！杀了我二弟，还想要跟我们，还想要跟，
还想要跟我那个结盟，去你的，不结盟。啊，你回去跟孙权说啊，等一下我们会重打。啊，我忘不了夺去荆州河沙，还有关羽的仇恨，想结盟，做梦。啊是，刘备大人，请你三思啊。啊是啊，现在以吴作战，只会让曹兵高兴，请住口，统一。你能体验到手足备胎的心情吗？啊，你马上回去传话吧，蜀绝的战争。啊，如果你不是军师的哥哥，我不会让你活着回去。到底是我大哥，我马上就去准备。啊，张飞就死掉了。啊，已经等了这么长时间了。啊，不能再慢慢吞吞了。啊，大概也快准备吧。想我看张飞会不会死掉啊？统一大人，对不起，我刚才有过分了。啊，没关系，我也有错。怎么样？孔明应该怎么样伐蜀？啊，先攻下西里城，啊，再以那里为据点，然后再进军。啊，孔明留下抵御曹丕，啊，赵云、马超辅佐你，啊，出征。啊，西里在去江陵的路上，快出发！要为关羽报仇？嗯，那不是胡班吗？主公，怎么神圣画上出手事了吗？叽叽。啊，禀报主公，张飞被部下范江、张达杀害了。啊，什么？这次出师最高兴的就是张飞啊！那我抓到范江、张达了吗？他们都逃到东吴去了。啊，关羽、张飞，你都离我而去啊！啊，可是关羽、张飞，我不会失败，因为替为你们报仇。啊，不要出村了。啊，决定去自杀。向西陵进军。哎，张飞什么，哎，都没有出场的机会就领便当了呢。啊，此时已经担任东吴都督的陆逊正在江陵向武将们讲解自己的策略。啊，东吴历任都督是周瑜、鲁肃、吕蒙，现在是陆逊。啊，陆逊以前从未指挥过战役，啊，这次任命是破格提拔。啊，是关羽失去荆州的主要原因不是吕蒙，而是陆逊。陆逊向吕蒙讲述如何使关羽疏忽大意，并趁机夺取荆州的计谋。啊，吕蒙对陆逊的睿智深为惊异啊，并举荐他为自己的后任了。嗯，都督，你们打算增援西陵啊？啊，西陵并不重要，我想那里的守将孙桓应该知道这一点。放弃西陵并不是失败啊。蜀王府不同意啊！啊，亲自我是武侯亲自任命的都督，你要听我的命令，绝不能出征。妈的，个胆死的干小鬼！啊，你说什么？蜀王，我们也没有，我什么也没说。啊，是啊，这样最好。啊，作为将军也要服从我的命令。我话完了。我靠，这样怎么打？众将官要为将军要为那个关羽报仇啊！向孙权军雪恨。哎呀，大家一定要守住啊，等待援军的到来。叽叽，哎，主公我来迟了，对不起，我是关羽的儿子关兴啊。啊，这次来是为了报复仇，请让我加入战斗。啊，钱落在关兴后面。主公我是张苞，张飞之子张苞啊，此次作战我也要参加。啊，父亲请带我去，不过我刀剑很可怕，你还是滚一边去。哎，他们才四十几等呢，搞笑啊！啊，冲吧，就这样吧。好，只是看剧情而已啊。这也太硬了啊！我的梦想不能实现了啊！只好再玩一次。好，这次我们也要救出关羽。好，这讲过了就不讲了。
关羽将军现在没别的办法，只好退回成都以求东山再起，然后到时再让他们交还荆州。其实我们都死了，关羽将军也要逃出去，只要能达到西边的路寨就没事了。曹军马上就要追来了，父亲快离开这片树林吧，我一定拼死护卫您。大家都不能死，要活着离开这，不能让他活着离开逃离树林，否则我们就像动不了手，一定要在他们离开树林之前消灭他们。这投石车可能要放抛弃他等。好，在这里挡着。这边来了，不能把不能让吴宝公王抢走，关羽的手机就要我们来取吧，那可不行，关羽的手机要吴来取。好，我们在这里埋伏。看牙齿啊，臭臭哥你好。哦，不是臭臭，臭臭死掉了。是麦城，没错，是麦城。哇，总算来到关键站啦！哎，死掉了。不会死啊！哎，挡路啊！挡屁挡啊！这个 GG 又没得玩了，不会 GG 哦。
没有那么容易 GG 的，因为那么容易 GG 吗？啊，到底还是赤兔为能啊，没错啊，就是这样。好，有机会，有机会。哎这，啊，死掉了。升等，得到一点军书啊！哎，靠他一点。好的，保险起见，我们把那个血量补满了。哎，结果才用这么一点点补给啊！哇，这是要怎么歼灭敌人呢、啊？奇怪，哇，这怎么设计的？啊，完了，被关羽逃走了，这样将后患无穷，绝对能让关羽逃掉。啊，关羽逃离了战场。啊，这讲过了。啊，都要主攻啊！关羽的荆州军被吕蒙击溃啊！什么？啊，关羽怎么样？这还没有确切的消息、啊，虽然没有看见遗体啊，恐怕也……啊，关羽绝对不会死，那不可能，那不可能！大概也这么认为吧。臭臭哥，你不要死，臭臭哥死了，鸡鸡！大概你就是这么想啊！动物狗贼，竟然对二哥浪费我爷一样，真是现在就要冷静了、啊！啊，动物狗贼，我先要让你们付出代价。什么？关羽这不是真的、啊？那我先退下去了。啊，关羽怎么能这样救？哦、我不是对天起过誓吗？怎么这么快就去了？啊，去了！啊，怎么我那时候许昌回来有大事禀报？啊，许昌发生什么事？请听听使者报告吧。啊，虽然我们丢失了荆州，但是现在需要冷气，不要太激动了。畜生啊，动物狗贼啊，生群混蛋啊！大哥什么时候要出兵把守？我一定要去。啊，不要着急，发生什么事、啊？首先是曹操死了，他的长子曹丕继位。啊，什么？曹操死了？还有什么事？臭臭哥死了？还有什么事啊？啊，曹丕继位后废掉了献帝，自己当上皇帝，啊，改国号为魏。啊，什么？那献帝怎么样啊？啊，据说被赶出了许昌，放逐到荒郊啊，寂寞度日。岂有此理啊！岂有此理！岂有此理！很重要，所以要说三次啊！啊，难道我并非奋斗目标重胜汉室就这样毁于草皮之中吗？只因为我力量不够啊！啊，那我先退了。啊，既然那好像是什么？哦，鹿鼎大帝人的台词啊！啊，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那鹿鼎大帝？啊，我啊，天外飞仙总该知道吧？我还有关羽终身追求重振汉室的理想，难道实现不了吗？啊、怎么会这样？啊，鲁中诸葛进来了，谁、啊？好吧，叫他进来。是东鲁使者偷袭关羽，他、啊、到现在还在这里干什么？啊，大哥杀了他吧！啊，不能这样、啊，先问他想说什么，再杀他也不迟啊！原来是这样，啊妈的，还敢厚着脸皮来啊！啊，诸葛瑾作为吴国特使前来求见。现在出现的诸葛瑾是诸葛亮的哥哥，年龄比诸葛亮大很多啊！啊，在孔明很小的时候就开始为吴国效力，孙权非常信任他，这次派他来蜀国就证明这点。是啊，吴国狗贼派我们军师的哥哥来当使者，太卑鄙了啊！这样我可不好下手啊！啊，先我听听我哥说什么吧。
老师，我很了解你的心情，可是请看在我的面子上，不要杀了我哥哥。畜生啊，吃钱狗贼，派死人来干什么？啊，如果不是金色哥哥，我早就把他给杀了。哇，他也太生气了。这么今天控制情绪，比较感情用事。我没有那个，我没有崩溃啊，崩溃的是张飞啊，不是我。啊，总共你，诸葛瑾来了，很有何贵干啊？曹丕称帝的消息，想必关皇叔已经知道了。这次这种事，我们也难以容忍。我此次来就是想要与魏解除盟约啊，因而与蜀国结盟。好，如果缔结盟约，我打算奉还荆州，请你能给我一个满意的答复啊！我先存档。好，如果不结盟的话，张飞必死啊！啊，做出决定啊！好，我们就结盟吧。哦，谢谢。马上去向吴侯报喜讯啊！这是吴国一点心意，请你笑纳。靠腰，我们要丢什么？丢精卫铠好了，要精卫。总共你做出一个正确的决断，但你内心一定很痛苦啊！啊，吴国确实很可恨，但现在我不能与吴争斗，先讨伐曹丕啊，重新汉室。张飞，请你原谅我啊！请我信任大哥啊，今后也会啊！张飞，谢谢。